害怕。来了，这个是我们那个衣服，对吧？对，很热吧？这个，哈哈。太好笑了！不可以帮我关在后面吗？哎呀，这你穿着难受吗？我的还行。太逗了，屁股这么大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你们在干啥呀 ？Oh my god！ 看到了。那就直接给他们看一下吧。啊，这是那个啊，太可爱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！等胖嘟嘟，他为什么可以？三二一，哇哦！就这样唱歌。就昨天雪儿姐教的那个，然后每次这样，你看你头发就会飞。哎呀，我笑死了。我做会怎么样呢？我觉得你穿着这个动作不能太利索，慢慢的走就好玩。对。Slow motion。慢动作。对，啊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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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笑死了。你要确定你要做这个鸡蛋哈？啊，可以，还是我来做，我们做，好吧。那个派派，你把那些西红柿放进来，全放进来。哦。我弄的喷咸了，哎呀，咸不咸？咸了吧？嗯，是不是咸了？咸了。你这样，你现在再放个鸡蛋进来，它就不咸了。行，你再放个鸡蛋来，你就直接打进来。我的妈呀，没有这么做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行吧，能熟就行。你还有西红柿吗？西红柿，赶紧你放进来，你把它放进来就行。这样对，放进去好。还原食欲，可以了，很好吃 ，perfect， 颜色还不错吧？嗯。其实早上起来，其实这个时候喝点茶水挺养生的。喝点茶水。我带你进入茶水的世界吧。啊，茶水的世界。这茶呢是绿茶。绿茶。叫冰岛。叫冰岛。嗯。然后呢？你喝着喝着喝着喝，你细品的话，它会有一个冰糖的感觉。细品，请细品一下。浅来一下，浅来一下，谢谢。我觉得喝茶特别好。我在家里边就是品茶。我好像提前步入了这个老年生活。一个十五二十，刚才我们刚赢了，他们做了十个仰卧起坐，他们又赢了，又赢了。哎，我们真的叫孤独求败。
来两把，你们输了怎么办？来两把干嘛呀？三人平板支撑，一分钟，可以，来吧，来，一二十五，一比零，十五了，一二十。我不是说捏了就不输吗？不、哦，你们还有这一输呢。捏了是错，捏了不输、哦。一分钟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。哥，这就挨揍。五十九、六十。行了，好了。歇会儿。刚才你挺横的啊，你还作弊。哥哥呀，哥哥呀，你发明那个游戏又丢人又丢人又累丢。哎呀，你弄的那个行为艺术呀，对咱仨真是行为艺术。哎哥，暴露人真实的人品，真的行必须丢人。我们这真的就没有人能赢过我们。哎呀，孤独求败啊，谁能让我输一次啊。哎呀，我们家小妮妮，想死她了。哎呀，你看我们家妮妮，我拍照的时候她就在我旁边。啊，可爱，可可爱。你看美琪家的猫，另外一只，我见过她家的猫。你啥时候？哦，对对对，咱们一起去她家吃饭的时候。对，辛巴。你记别人家的名字记得很清楚，完我家一会儿娇娇，一会儿 Kimi。不是，我就觉得你起的名都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辛巴，你知道有个狮子叫辛巴、啊、对吧？对啊，就能记得住。Miki 一般都是 Kimi 啊。Miki 啊，就米老鼠 Miki 啊。哦，是这么记的米奇。哦，你这样，而且你是每次都这样。哎，你们家那 Kimi， 然后我就。我说你，然后那个妮妮是因为，而且你还非常就是你说理直气壮，我知道娇娇，哦对娇娇，我俩就叫妮妮。不是你们那家你们那个猫长得像娇娇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像娇娇？我真的，我真的要被你笑死了。